让我们阿妹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喝 Q 顿的效果和感受啊。你喝多久了？我喝 Q 顿有两三个礼拜的。因为我的感受是我每天跑步，我跑三个圈我已经气喘了。自从喝了这个 Q 顿，我跑长十个圈都没有问题，我就觉得整个人很轻。很轻松是吗？很轻松啊，就跑十个圈都没有问题呀。没有累的感觉了，是不是？没有累的感觉。你喝多少了现在？我早晚一条一条，一天两条。一天两条。有喝多长时间了？喝了有多久啊？有三个礼拜多吧。三个礼拜才哈。我就感受到每天我早上有跑步嘛。就感受到，喂，整个人轻轻，十个圈都没有问题呀、啊。哇，不累的感觉，不累了，是不是？不累，而且不会气喘。我没有服用了，之前我三个圈我就顶不顺了，很气喘，要停下来了。哇，就是这样。太好了，恭喜你啊，恭喜！暂停。